Hello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昨天是不是直播了？我昨天直了吗？嗨，我开个 iPad 先。直了一会儿，一个小时，对吧？你先开个 iPad，东西太多了，我的灯坏了，关不了了，就让它亮吧。等一下，我先收拾一下这个，很早。一下 iPad 在这放啊，忘了 iPad 没有连 WiFi，对，要连个 WiFi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其实我还没有吃饭。所以准备吃个饭，给你们直播。最近播放，不对，是我收藏里面最近收藏了好听的歌，但好像只有那几首。等一下，wait a moment， 耶，哎，那我想想，在哪儿放来着？哎，怎么不会用 iPad 了？等我一下，让我想一想怎么弄。对，我想我平时是怎么听歌的？不是不是，好奇怪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重新打开吧，重新来。然后是我的歌单收藏里面，好像是。哎，我歌单呢？等一下，我的收藏。俺的歌单怎么一个都没有？哦，我喜欢的音乐，看看是不是个。不会在手机里才能看吧？啊，有那么一点可能。真的很不好哎！我登录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登录没有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登录。没事。不想去研究，因为它 iPad 跟手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在 QQ 音乐里。有点不开心，因为没有找到我的歌。我最近找了歌，有电，刚充了100%。都很暴躁。我要放弃了，我待会儿就会说爱怎么样怎么样。我真的，爱怎么样怎么样吧，就这样吧。播放失败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是为什么？哎，这是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播那个？吓死我了！有版权吗？我怎么这么黑啊？今天我好黑，可能是这个光的问题，对吧？不黑吗？感觉挺黑的，因为其实我在用电脑。干嘛去了？我今天是我网络不行。等一下，用下电脑。回一下微信。
可以吃了，吃饭。今天的饭还挺好，还可以。今天吃这个，等一下，盒饭，很健康，有玉米。我觉得如果每天早上吃，吃早饭的话，我觉得我身体都会变好，所以我会不管怎么样会起来的。真的，明天我要吃葱油拌面，那个葱油拌面太绝。超级好吃的葱油拌面，我今天早上本来要吃两份，但我吃的番茄鸡蛋面是汤的，葱油拌面是拌的。你能相信这是茄子吗？或许不是。不是茄子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笋。这也太干了吧，好好吃，甜的，是笋。但为什么如此的老？好香啊，没吃过这个东西。不是茼蒿。不知道是什么肉，好像是鸡肉。酥肉又不像。哇，这里才是猪肉，你看。为什么播放失败？等我一下，不是网不好。我打喷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网不好。是没有连到吗？奇怪。怎么放这首歌？好吧，来听吧。我们选了一首歌。没有感冒，就是想打喷嚏。你们吃了吗？
你们吃了吗？哎，坐在这里很不舒服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个凳子太窄了，然后就我的腿就没地方放，所以我每次都喜欢把脚放在上面。熟练就吃了，真的很不好吃。真的很不好吃。那我要是不吃我就没有饭吃了。可以点外卖，我这里是可以点外卖，只是我不想点。没有那个习惯。也不健康，这个本来也是外卖。都不健康。我好悲伤的感觉，你不要给我找事干，我不悲伤，好好笑。我今天就是眼线没画，口红没有画红，就是我悲伤。我也不累，我还好，可能眼睛略显疲惫。不是，正好就这首音乐了呀。我今天再学一个舞，这还好，学了一会儿，一两个小时吧。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我就状态吃盒饭，像在参加变形记啊，知道吗？现在工地怎么了？你还参加不了？你还变形不了？是不是广州那边还是在工作是吧？因为那边没有这么严重。反正这几年都是，等下一首歌，下一首歌是什么？这个网不行啊，我的网没有连到，等我一下。
妈妈呀，我活了，又是这首，好好笑呀，没歌了，没网了，你现在随便都不能放，我要把酒店的网给砸了，有点暴躁，对不起，不是不是。是这个，是个网不好，WiFi 用不了，好烦。但是我直播可以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刚想说什么来着，忘了。你看，还打断了我说话。哦，我说广州。还在工作，感觉我这几年都是这种状态，就是工作也感觉也没好好的工作，我的那种意思是，就是总是有疫情的伴随，没有。不是说我，就是我，呵呵，不能尽兴的工作。对，大家都一样，我知道嘛，是吧？很烦哈。这个疫情真的是没救了。搞到我衣服上。好。对。对，就是一阵一阵的，我真的是。我就喜欢线下上课，因为可以，你线上上课就好不方便，你就没有跟人接触，然后总是一个人，每天都要对着电脑。然后人就变懒了。菜都凉了，不好吃，不吃。我的脸上写着三个大字，你们猜。没吃饱，对，把我吃累了。好惨啊！你知道我直播价也没有，我现在一整个，你知道吧？一整个就是两个直播架都坏了，哼！我先放到我电脑上面的。我就今天去录了一下那个视频，咋的了？咋就一下就坏了？笑死！涂一点口红吧，看起来有点惨。不然又说我悲伤，好好笑。
我的镜子在这儿。行了吧，好多了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很像那个，不是很像那个什么，是很棕，或者一整个棕色的感觉？我觉得这样吧，好吗？就这样吧。要是这里有个架子就好，但是我的架子真的坏了，好烦。我总不能举着手直播吧？你看我那个灯，我反而还逆光比较好，不要给我这样打灯。不累啊，我就保持一下这个姿势。哎，你说为什么会坏？我真的很搞不懂。我想想，我还有一个架子，但是那个是架相机的。那个架相机的好像，想想，它不行，它只能架相机。它只能架相机。呀，好乱，就这样吧。我的衣服都在那儿。还好，没有很多。不想唱。这个链子嘛，项链是不是？确实挺好看。我第一次戴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这个项链，然后戴了两三次，就挺好看的。超话怎么了？我超话怎么了？是什么东西？我去看看，有视频。回头去看一下。搞笑的啊，我好像看过了。婚后视频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没网，上不了，我只能用手机。iPad 用不了了。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就你们都会整活是吧？我可能现在就无语住了。我现在就一整个大无语，好好说话，把你们一群人给关在那个笼里，笑死。
什么？你在说什么玩意儿？自个儿进去吧，就不用我动手了。自己排队。真的很好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都说不上话了。喜欢今天的照片啊，那就好。挺多的，叫朋友帮我选了好久。他帮我排了版，那个版还是别人帮我排的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。好看就行。那个也是上次那个摄影师拍的，然后已经发完了，就这三套。下次他说他还要帮我拍，但他。但他就是不接活，可能对，然后也不是，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工作，他又不是主要是街拍的，哎不，他不是这种街拍的，但他也有拍，他有自己的其他的工作的，然后发现他拍照很好看，本来上一次要约出去拍另外一组，也是很非常的日常，很日常很日常的那种，也是胶片风，因为他买了新的相那个胶片机，然后我就很心动，但我没空。对，他是杂志的摄影师，确实，但所以他一般都是拍商片，然后他本来上次要给我拍商片，但我说下次再拍吧，又想拍点日常的，因为我拍过挺多那种。然后我们就随便拍点，拍那种就是简日常一点的就好，舒服。对啊，我看到他的照片好好看啊，拍的其他的，数码的也好，胶片的也好，都好好看，都好好看。我看过他的作品，好好看。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啊？这个话题跨度好大。对，我好看也是主要的，摄影师应该很满意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你跟不同的摄影师拍照，有真的是不同的。就有些人很会善于发现你的美。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拍照就跟拍反图一样。我们来说到反图这个问题，就是拍照跟拍反图其实大同小异，都一样，其实就是拍啊，就是你们就是行走的摄影师，只不过我觉得像那种反图啊，其实很难拍，因为它考虑到你在走路。对，反图的难度很高，真的很难拍得好，但是也有拍得很好的。对。确实，就是真的很不容易。就非常的难，我觉得反图这种东西。哎，你想想那种街，这出街上下班，你没有灯，你自然灯，其实自然灯拍出来也很好看，但是你得找角度，你得找当时突发情况。就是拍照也是要，你想想为什么拍照模特是要有些时候是摆动作，他一定要在状态里面。对，你第一个是跟模特有关，对吧？第二摄影师也要到位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
而且因为相机真的把人拍的会很宽，人是宽的，就很难。要 P 成肉眼所见的样子，我的摄像机就是用来录 vlog 嘛，然后我就发现它没有办法对焦。我说两句话，它焦就跑不见了。然后我刚，因为这个相机本身就容易很难对焦，所以我平时都拿它用来拍照片。其实它是一个 vlog 机，但是它真的很难对焦，因为我没有调到合适的一个参，就是一个模式下，它要调到视频博客模式下拍可能会好一点。如果你调到，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。就是一个 P 档和一个视频原来的那种摄像档，要用到正常的那个摄像档，它那个我这部机器它才对焦稍微好一点。P 档只是拍人会非常的好看，真的拍人很好看，那简直是一整个美爆了！你看我的相机拍照片就是那个，拍视频如果要手动吧，我不知道就是。叫，哎，反正就很麻烦，我不知道怎么就对不好焦，就，哎，这个相机就是这样的，很恼火，我都快要放弃，但我不能放弃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，其实是可以的，虽然它有这个对焦的难题，我今天就搞了一很久，电脑都给我弄没电，不用打电话问，其实是可以百度一下怎么用，我今天没有拍抖音啊。库存还是有的。啊，Tomboy 那首女团舞是吧？我今天学了一支男团舞，也是最新的，叫哎呀，叫不知道，你叫这个，我给你动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这个，它的标准姿势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就是，滋滋滋，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滋滋，然后就这只手，然后就哒哒哒哒，天哪，完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OK，啊，梅尼耶，耶，梅尼耶，是，你是对的，哇，你是不是平时就爱跳这种，就爱看？我们街好多人在学这个梅尼耶，但是跳好看好难哦。和谁一起跳？我和一个，他教我们，不告诉你，那个是梅尼耶吧？啊，是。和那个学的毛，嘿嘿，不告诉你。嘿嘿，你们怎么知道？很聪明。对，你知道我们环境有多不好？没镜子，全程看他的后背，我就站在他旁边。我说，完全看不见。对，我们就在那个酒店里面的一个会议室，
我们跳得很烂，就不想，就算了，就先，今天先这样吧，视频也不录了，明天再跳一下看看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录下来，不能就算了。真的吗？其实我没有看过他编舞，我还没有去了解透别人。别说了，这里的很多人都很厉害，都是我未来的编舞老师，啊，笑死了！妈呀，搞好，好好笑！我天天跟别人一起上课，嗯，对，什么风格都有，就是我了解到了大家每一个人的风格。然后我就知道，对，都是来挣我的钱的。我也觉得，哎，不打个友情架，真是的，赚什么钱？打骨折了。我今天没有练体能，因为今天就是学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没有赶上那一节课，然后就算了，明天看看吧。明天看看，好。什么抖音比？有什么抖音比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哪个？我已经不记得了，有什么比？光笑死！女朋友和光剑啊！我的天呐，你那个女朋友那个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录，就不会录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录，你懂吗？我去试过了，我试过了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试过了，但。觉得，好笑。光剑，呀，你们对光剑真是有一种无形的执念。光剑，哦。啊，啊啊，这样子的哦，OK，OK，行吧，我的剑还在，快半年，我的剑很好，在那，真的呀，我又没丢。真的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真的是一个很长情的生物，不是高级动物。我说的是很长情，就是对一件事物非常的长情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对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长情，绝了，半年都不放过别人，都不放过那个光剑，绝了。说了半年了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本来已经要放弃，结果我买了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毕竟我这个人真的是会一直库存或者一直干嘛干嘛的那种。
女朋友好看，笑死！我们这里天天他们都在跳，都在扒这支舞。那你们内部消化一下，帮不了你的，只能帮到你这儿。这样的吗？是我误会了。吃宵夜吗？现在不吃了吧，晚点再吃吧。因为现在虽然也没吃饱，待会儿随便吃点零食，面包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吃点辣条，麻辣王子吗？咋了？你对我的漂亮女犯作何感想？不敢想，想交朋友，交呀，去呀，主动一点，认识更多的朋友。社恐就救不了你，人要学会不要社恐，就慢慢的在，就是跟不社恐的人多待，然后他就不社恐。你就慢慢被影响，然后你就不社恐，我很主动的。可以主动的，真的。我只有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不要等到别人主动我才主动吗？我是那种就是，一般就是，除非那样，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人，我就会主动，真的是特别很欣赏，我就会主动的去跟他聊天。比如，不知道，我想想，比如不知道诶。有过这样的人吗？我觉得应该有，但是我不记得了。好好笑，这话说的，居然不记得了。好像真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一般都是别人主动。我刚说那个只是我想象里，如果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人的话，我就会主动。但应该我的那种性格应该不会，我一般都是等着别人来喜欢我才会去喜欢别人。对，我就是这种性格的，我自己不会主动。我就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。啊？什么？什么糖果？
哦，糖果，笑死！小苗女说我是糖果，我刚听成糖果，笑死！对，这就是主动一小步就能有收获。嗯，您说的是，为什么还要把主动权放在自己的手里？我又不就是不感兴趣。就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不感兴趣，你主不主动无所谓，反正，嗯，怎么是这样吗？很难很难，就是让我感兴趣的。我是一个很难就是感兴趣的人，真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是一个很难主动对别人感兴趣的人。嗯。不是我不对别人感兴趣，是我主动，你懂吗？好难哦。笑死。说啥呢？我待的好好的，不要乱说。嗯，我听不懂，真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又不懂，我每天都要思考你们说的话。无欲无求，我又不是唐僧，我无欲无求。好好笑！我是糖果，啊，我真的笑死了。我被笑晕了。嗯，哼，没懂。好，唐王子玉帝哥哥是什么哟？哎，再随便聊聊呢。我的耳环吗？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，就长这样。啊。不是爱心，今天妆容很帅，确实挺帅的，每天都很帅。一根毛飘下来呀，我也不想他就自己在那儿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就习惯一下他吧。嗯，哎呀，那个姿势飘下来挺好啊，怎么了？多好，就飘下来吧。哎呦喂，我的天，你说我真的是，我一定要买个直播啊，不是什么直播，直播架，好烦啊。真是的，这个人形直播架都出来了。我的个直播架，没有直播架了。
我注意了吗？我没有注意。这个扣赢啊，一切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个扣赢都变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很搞笑。怎么办？这外国扣赢啊，真的呀？OK，行。没问题，有喝了吗？没有，喝了才不是这样的。我是对吧？这个已经是我很正常的时候。耶，很有经验的，就是有经验，怎么了？有那么一点点经验。嗯，我后面没有啊。我又没有喝酒，在宿舍，我又没有。我只喝美式。其实掐指一算，如果正常计划，我就应该1个多月之后，不，就正常的计划。但如果，哎，也不一定，就是他这个吧，就是不一定自己能待到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。但是最晚最晚，按照以前刚开始的计划的话，应该是啊，4月底吧。我不知道，但现在一切计划都变了，就不知道到底。我不管，我4月底就要跑了。如果让我提前跑也行。好想，哦不，我要跑回广州去。也没有了，其实留在上海也不错。那我在上海吧，去上吧。谢谢 Daily 的夜蝶。真的。10月份，怎么就生日公演了？上一次好像也听说，但我不太没有去确认这个事情。啊，如果是有点可惜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人比较，就是主要是疫情这个时候就正好赶上，又不太好。主要是我也不在，我自己主要是。对，哎，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每一次重要的，时候，都希望不能缺席，因为细数一下，好像也就只有1、2年了吧，所以以后肯定很少会有这种机会，什么生日公演啊，或者什么什么。真的，参加一次少一次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不知道，不管他有没有什么星座或者什么生日，我都觉得，对吧？我不要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冲回去，我的心回去了，有人在这儿。
我还在读圈，无语。当然了，哎，决赛选手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都是决赛选手，笑死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一语双关？对哦，你们一语双关，我还在思考你们说的是哪个意思，笑死了，我有点笨呢，但是。我怕我想错，我觉得应该我应该没有想错吧。哎呀，我录节目，你在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在这里工作都没有衣服穿了，好烦，每天都是一样的衣服。好烦啊！就是快递，他这个现在那个就是还没有来，就是现在就没有办法寄快递了，我们天烦死了。我买的衣服都在路上，我们平时训练要穿自己的呀。我现在就是出也出不去，哪儿都去不了，快递他也不来，想干嘛嘛？到底想？哎 然后去别人房间看，哇，人家都是超级多、无敌多衣服的，然后我以为我衣服已经很多了，结果一看，我怎么这么少衣服？你知道，就是跳舞吧，它就是需要衣服，好看的衣服、漂亮的衣服、适合的衣服。我昨天去拿快递，他们说：“你怎么拿了这么多快递？不是都关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我很久之前买的，他突然就给我送到了。我先看会儿电脑，没有看一会儿就看一眼，算了，没网，跟你没看一眼。OK，那我在床上跟你们说，我上床说，我来了，什么东西？你家没了？你家为什么了呀？为什么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先……哦，太黑了，不要。耳朵怎么了？摩擦，不要摩擦，OK。我尽力。炸了！我怎么知道它这个被子？这很不适合这个被子。炸！耳机荡废啊！不戴耳机也要炸了，真的吗？为什么感觉上面有顶光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呀！我想把这个拿过来。
等一下，我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OK， 应该不会吧？我嘴太干了，而是因为这个非常的咸，我的嘴干。一直都很干，对，那就拜拜吧，吓死你，不让你看到我。是不是很黑？没有没有，就这样吧。呀，我就挺喜欢这种感觉的，我就喜欢这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喜欢这种黑不拉几的感觉。耶、yeah ，就是说，咱们就是说氛围感有了，呵呵，看我的酒。比天台那一次，那当然适合讲悄悄话，真的。有什么好悄悄话给你讲给你听？容易困，那不挺好，可以早睡，让你们可以早睡。这样听声音很舒服，真的。我真的都不想做，卡了。等一下吧，我要应该不会摩擦到耳朵，可以吗？还卡呀？那可能是因为确实现在只有两个信号。我又回来了，朋友们，觉得可能这儿比较好，是不是？我又换回 WiFi 了，真的很作，这个女人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嘟嘟嘟嘟嘟。你能看得见我吗？我这么黑。好吧。有点堵麦吗？没有吧？啊？不会，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？我可能讲话很堵麦，你就觉得我现在是堵麦。给我一个枕头。有点掉帧，那是因为这个我没开灯。呵呵，我可以让他开灯。来了，吓死你！要就是要开。好亮，但是。像在隧道，一瞬间就亮了。什么时候睡？哎，什么叫群没了？是为什么没了？笑死了。炸了是什么意思？
好无语。笑死，家都没了，我怎么一走家都不见了？5709119555，是不是又要背完了？唉，都背不下来。妈妈背不下来，57什么墩墩忘了，579511999709。现在呢？嘿。OK， 放一下我的维密那个。OK， 我写一个公告，你们加油啊！57091195，没关系，你们加油。我来帮你写，徐。57091195，57091195，对吧？行，你们加油吧，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加了就好，加了加了就好。嗯，海报分配，你们这儿真的是搞成一个相亲群。加了，那就好，加了就可以。放歌听吗？没有网，好好笑，你能相信？没有网、啊，哦，没有网。我准备今天晚上播到10点半。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想跟我聊的，没有聊的，我就播到10点半。我也想啊，我也想说，唐丽佳喜欢的音乐，不然用唐丽佳自己的音乐吧。唐丽佳电台。怎么搜啊？我又忘记了，我好笨，没有比我更笨的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自己的歌在哪儿，服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音乐在怎么打开啊？怎么开吗？你们知道怎么开吗？就是，不是，就是在那个。就是这眼光实在太差，我都跟你说没网呀，朋友们。歌单没有一个是可以的，没法登，因为我现在没网。笑死，真没有一首是可以的。
哎，有一首可以。OK， 我真的不会，我很笨的。对这种，我每次看这个就很烦。我手机上会，我 iPad 我就不会，真讨厌，都不想去弄。嗯，你们可以展开一个话题。什么类型都可以。最近在做什么？最近在做什么？在工作。虽然疫情没有去，但是还是有在工作。对，大家可以聊，想聊什么都可以。没有什么烦恼？你是太没有了？有什么都可以问，没有关系。没有心事。你喜欢侄女的吗？侄女是什么？都可以问。侄女是侄女，我已经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我每天在疑惑这个问题。我就是侄女是吧？那我想想，如果你喜欢侄女的话，就你喜欢侄女该怎么办？那你就难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是侄女，就不要喜欢别人。确实喜欢侄女很痛苦，不要喜欢侄女。我就是，谁还不知道我是吗？就不用再强调了。来，我们另展开一个话题。OK， 我就是个暖女。明天啊，明天干嘛？明天上班呀。翻呢，一会儿就去把牌给翻了。说好了不是要翻吗？我当然不会玩。每天能睡多少个钟？睡大概，哎，昨天4点多睡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4点多睡，然后早上起来9点多，我去吃一个早餐。我吃完早餐，我就觉得回来睡觉应该睡得很好，但我今天并没有，我就睡不好。我睡不了，我睡2点多睡的呀，但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，就一直睡不着，对，就一直睡不着，就很难受，对。然后早上起来吃了早餐又回来睡，更睡不着，我浑身难受，都睡不着。我也不知道哪儿都难受，我总觉得枕头有可能太硬了，被子呢可能房间的体感又比较有时候又热，哎，
然后衣服又感觉穿多了，这什么都有毛病，我哪儿都能找到问题。不是，我之前没觉着，但后来这几天就怪怪的。我就是这样子的，其实我有时候不会，睡不着不就是这样吗？其实还是人不习惯，是吗？哦，我的眼神充满着疲惫，有没有觉得？对，我也觉得，一双疲惫的眼神。谢谢夸奖。我闷闷的，没有啊，我很好。怎么啦？人是不是那么兴奋？我没有先兴奋，确实没有一直那么兴奋。今天很乖啊，哦，好吧，好黑，小黑，小黑你好，哦，诶，怎么这么白？突然，诶，光还挺好的，诶，为什么不开灯？诶，我刚为什么不开灯？好白哦。为什么要在黑夜里面看自己？是的。哦，我刚才说氛围好，好的，拜拜。他偏要给我开，就开。没有，我说这个灯拜拜，没有说我人拜拜。Sorry. 啊，好好笑！你们一直不听我话，乱动，不要乱动！真是的。不如把它放在那边。换个姿势，这样吧，好吗？就这样。我穿一个袜子啊，但是因为我袜子它太长了，你看，这样的，你看我腿，好胖啊，想哭。
上去。很多肉，你们没看见吗？我的妈呀！你看，有一堆肉。我现在是因为穿袜子，你看，要不穿袜子，看我的肉。你们得脱袜子，好好笑，不知道就想脱。就想脱，不然呢，不随便扔在哪儿呢？然后你还会把袜子专门放一些。是有点，我没有打灯。有没有打灯？啊，会吗？你会吗？我不会，我就丢地上，然后洗的时候不是丢地上的一个那个袋子里，我有个专门装袜子的袋子，然后就是到时候要洗就一并洗了。阿姨也不会帮你收啊，对啊，送你们干嘛？哎，没有角度，随便什么角度，各种不同的角度，好好笑。这没有支架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们最近在干什么？考一考你们在干嘛，说一下你们的近况呗，其实很想了解你们。在上课，在上班，在隔离。是我正常上班吗？还是居家办公，羡慕。像我也在想，哎，不行，我好热，我们房间开暖气，我不舒服。我不喜欢开暖气。呀，上网课在封校。哦。脱一个衣服，等一下。好热啊。 OK， 我又回来了。嗯，我真的好黑。真的好黑。特别背光。你这样吧，好吗？
今天都几月了？今天都快三月底了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月我真的是过的，这个月我过的真的是非常的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可能因为疫情伴随吧。哎，这个月真的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隔离了很久，这个月的波动非常的大。您说的没对哦，你说的没错。哪儿都不能去，没事，只要我知道我的朋友们都是好的，都是安全的，我平时也会跟他们聊天。虽然说上海比广州还要严重一点，嗯，我知道，哎呦。嗯，平安就好，对啊。嗯，嗯。啊，没有感觉要哭，那是因为我眼睛里面有星星，所以你觉得我要哭了。巡演啊，巡演，哎，现在这个上海疫情都说不准，都不知道会不会延期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的，肯定会有所改变的，所以现在也不能确切的说一些事情，说了也没用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对吧？什么音乐不知道，没关系，随便放的音乐。看我的家，看我不是扁平足哦。搜索我的消息干嘛？我人不就在这儿吗？看我的直播不就好了吗？我也会发抖音啊，我也会发微博啊，我会发口袋啊，还会直播呢。哪里找不到我？我天天都有出现。那你每天把我安在你家的电视里面好不好？天天自动循环播放我。我就天天都出现了。啊！哦，
啊，不是吧，你们就这样做。确实还好不是那样封闭，全封闭。但是其实我们说的是全封闭，相当于全封闭，但是我们能用手机，这就是一个好处。对，真的不太好用，真的不能跟大家失去联系。别说了，我都，哎呀，怎么每一年要搞那么多东西啊？可不可以不要用脑子？可不可以不要去做那些什么生日公演？我能不能就站在那里啊？用脑过度，我不想想。生日公演，那我得发呆三个半小时，哼，一起摆烂，我跟我的粉丝加推一起摆烂，新的一年我们继续摆烂，笑死了，嗯，很好笑，你们变坏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换一种形式，你们去表演，我在下面看。我跟你说，我出道那么多年，我都还没看过呢，这种机会很难得，开心最重要吧，其他不重要。我就在下面坐着，给你们一次，只要是我的粉丝都能在台上看。你们在台上，嗯，你们在台上跳，哇哦，那种感觉。算了，做梦而已。就是喜欢我的很多人，他们都是喜欢表演的，喜欢唱歌，喜欢跳舞，其实都有很多。其实我知道，大家都是有很多梦想的人，真的有，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对。你的梦想不在唱歌跳舞，在什么？我在遇见你的美好，对不对？我不美好，因为我只有美。我还是好，我挺好的，谢谢百战千的月文千的皇冠 ，Thank you， 哈哈，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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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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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单曲循环，因为没有歌了。谢谢橙汁内有路的皇冠。
谢谢 ，Thank you。我挺开心的呀，哪儿不开心？我哪儿脸上写着“开心哦”三个字，四个字，好好笑，没看出来。就是说吧，这个房间给我的衣服打个卡吧，耶、yeah. 好好笑，好开灯，哎，终于看清美梦。世界都亮了，谢谢 TWN 的皇冠，啾，谢谢，哦，妈妈，怎么都是这首歌把人家都听困了。这首歌真难听，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休息吧。连麦跟谁连麦？你说的对，去找一个。你们怎么知道我要觉得我？哎，没有。是谁呀？ Hello? 啊 ，Hello。等一下，你在干嘛 ？Hello。我在酒店。你在干嘛？怎么天天在酒店呢？一个人吗？对，一个人啊。没有。在等人吗？不是一个人。在等哪个姐姐呀、啊？没有，不是一个人。听说你最近有很多就是漂亮姐姐跟你玩，啊，是吗？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个可爱妹妹啊？没有啊，你先哎，真的？你今天去干嘛了？我今天公演呢，我今天。哦，你今天公演啊？组这一队吗？对啊。那不然我去哪个队公演？我当然在我们队公演啊。挺好的，不错。你快点回来公演啊、哦！算了，你还是晚点回来公演吧。对，你就是。参加完了节目再回来啊，不要早回来啊。行，没关系，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。真的、啊？但是真的、啊，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、啊。那你回来了要回去哈，对。啊，那我去上海算了，我不回来。哦，那不行啊，那你不能去上海的，对，你要在广州，你还是广州，就是你知道，你已经是半个广州人了，因为你是 Z 队的人，就是半个广州人了。咋了？还不让我去上海了？不行，你去上海的话，你要去哪个队啊？对啊，我想一想，你还认真的想一想，不许想。我还真想过啊，不许想，不许想，不许想，还不让 ？No No No。行，我就说为什么没去，方琦不让我去的。对啊，你就是我不让你，对，我不仅我不让你，周总也不让你去的，是吧？哇、哦，周总真的吗？周总。真的不会让你去，把周总给拉了出来，笑死！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吃了，
今天有没有跟姐姐吃夜宵啊？哎，唐人家这人很过分。上次我们在给他打电话聊事情，他在那里就是啊，骨肉相连，骨肉相连好吃。哎，真的很过分。对，啊，在那里啊，宝贝，你要吃什么？骨肉相连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骨肉相连好吃。对，是这样的啊。无语，哪有？你真的，我们真的，他就是跟他打电话，他在那里旁边啊，宝贝，我等一下哦，然后就马上跟我们讲话，讲了之后就，哎，宝贝，我们点这个烧烤吧，对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？是啊，你自己都没印象，对啊，嗯。什么？什么？是啊，就上次一群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。哪有？对啊，而且我听到他叫别人宝贝，逗他说你叫谁宝贝，他就没听见。真假的？真的，你没听见。啊？对呀、啊，记住了吗？唐人家，我就记住那天唐人家说骨肉相连好吃，你最好回来给我们一人发一根、啊。笑，笑死，真的。了，真的是。那你没有印象吗？你是不是说过骨肉相连好吃？我只有说过骨肉相连。你说过吗？骨肉相连，我说过。对呀、啊，你说过呀。嗯。嗯，确实，因为我们对。因为真的好吃是吧？挺好吃的，一个人啊？对啊，我当然一个人，不然我几个人？我又没有很多漂亮姐姐围着我。她们都是妹妹，除姐姐很只有没有只有一个。真的都是妹妹啊？嗯，那你喜欢姐姐还喜欢妹妹啊？姐姐只有一个。哦、啊，所以喜欢姐姐是吗？妹妹只喜欢一个。啊，真的、啊、喜欢哪个妹妹啊？喜欢哪个妹妹？她的名字是啊，是两个字的。然后哦，两个字啊！哦，好巧，我也是两个字的。真的吗？我今天早上还吃了那个什么面条来着，挺好吃的。哦，就是跟你妹妹有关系的吗？是吗？对对对对，哦、是啊，就是那个没事，你不用。那个面条好吃呢，还是骨肉相连好吃呢？我觉得今天早上那个面条比较好吃啊，这样子啊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懂，就是妹妹是早上一起吃面条，然后姐姐是晚上一起吃骨肉相连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就知道你，我就知道你，垃圾，笑死，真是的。挺好，你们明天要干嘛？明天要排练，对，真的。嗯，最近好多排练，你快回来排练。那我知道，哦，就是我知道你们排练，嗯，挺好的，真的，有的还有的练排都已经很好。怎么了？你在那边没有排练吗？我这边也有，也有，对呀、啊，你那个更辛苦吧？应该动不动唰唰唰唰唰。对，但我最近唰不动了，我现在在酒店隔离。哦，要隔哦，你最近那边疫情是吧？嗯。嗯，对呀，就很麻烦。没关系，在酒店隔离可以发现一些好吃的外卖什么的。外卖都没了，我这个是啊，真的。我这外卖很少，我的快递都不来了。快递都不来。对。怎么办？哎、好惨。确实，那你每天在酒店干嘛呢？专注于盒饭。吃盒饭。哦。没有。没关系，就是吃什么不重要，跟谁一起吃比较重要。嗯啊，是吗？对。你不觉得吗？你觉得说的对，对，下次记得请我吃骨肉相连。好，下次请你吃骨肉相连。好、嗯，你是不是瘦了呀？我没瘦。真的？真的。捏一下自己的脸呢？好多肉，你看，太恐怖了。没有我多，没有我多。哦、那不可能，我一挤都是肉。我才是。嗯，真的很多肉，真的很肉。真的很肉，没有很瘦，多吃点啊，别多吃了，你应该让我瘦一点吧。没事，你现在又反正又不拍东西，可以就是多吃一点，对吧？你问问你粉丝是不是？对，唐人家多吃点，要拍要拍，明天就去拍，明天要拍东西啊？今天都在拍，怪不得今天化妆了。我天天都在化妆，我没有一天不化妆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天天要拍抖音。我就是最近养成一种拍抖音的习惯。我看过你的抖音，我看过，好多人那种。对，就是很多人，之前都不拍的，后来就拍了。嗯，
挺好的。嗯。笑什么？一直笑，一直笑。没有。你干嘛突然就是给我打电话呀？没有，就一个人嘛，然后就想再找一个人，然后就看跟那个关注，就看那个列表里面看了一圈之后就连你了呀。你现在一个人啊？不是，我现在房间是一个人，我的室友出去了。哦，等会是两个人是吧？对。嗯，没关系，等会是两个人就好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说，就是一个人会比较容易寂寞。对，啊，两个人，一个人比较容易寂寞，两个人就有话讲。对，没有没有，不寂寞，嗯，真不寂寞。寂寞，嗯。笑死！笑死！好了，你待会儿你折多久了？嗯，刚开一会儿吧，你就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嗯，没关系，挺开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开这个连麦就是为了夸我可爱是吧？没有，我就看你发的。哎，我是在朋友圈看的还是微博？啊屁了，我从来不发朋友圈，唐丽佳。sorry， 对不起，那是微博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不是，就是你长发，我还认错人了，我这个人无语。对不起，那就你说哪个？你说我刚发的微博吗？不是，就是可能是你微博的照片。哎，我说你好像就头发变长了是吧？就是你看照片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你就是想我了是吧？突然一下，哦，这怎么就是头发变长了？因为你走的太久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头发都变长了。对。没剪吗？嗯，没剪啊，就是，哦，那个怎么唱来着？怎么唱来着？哪怕只是剪短了一厘米的头发，我都没剪头发，你知道吗？被你发现了，所以你还是关心我的。嗯，笑死。衣服少了没有？唐一家看的肯定是那个，就是最新发的那个微博是吧？对，长头发的。对啊，你觉得我性感吗？就觉得哎，多久不见，你怎么就变了？就是变了是吧？因为我那天在开车。哦，开车。对。Universe 啊，我在乌嘎。OK， 对，什么 OK 呀，啊？挺好，多多开车。嗯，那我开车还不是因为你不回来跳一点点？哦，真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太惨了，我现在就是那个一点点，另外一个位置永远空着，我就永远都不知道我下星期要跟谁跳一点点，你知道吧？真假？你是跟谁？你现在每周跟谁？没有啊，我已经很久没跳一点点了。啊，那你不跳一点点谁跳？新路咯，龙源咯。啊，你怎么那么惨？对啊，你才发现，还不是都怪你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种未知那种恐惧吗？就是每一周我到周五周六公演，周五我才知道我要跟谁跳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让出了位置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去跳开车了。对，嗯，好的，你先好好开车回来，你就，嗯，对，好，我先开着等你回来。先开车。是啊，先开着等唐一家回来。嗯嗯，我已经想好了剧情了，回来的第一场我们就在那就是点夜宵，然后真的就拿骨肉相连上来吃。我还以为回来第一场是先就是相遇。嗯，对，好不容易回来。还什么相遇啊，就是好久不见啊。哦，在外面有什么好吃的带回来给你，骨肉相连。很好的剧情。这剧情不好吗？挺好挺好，是不是很好？你知道这两个人一起吃烧烤其实很浪漫的事情，对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对吧？嗯，对，那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是吧？这个剧情已经想好了哈，大家帮我们记得，等我们回来第一场跳的时候记得提醒一下，对，嗯，很好，你的 idea 很好，是的，后面把后面都想了吧，不知道还能跳多久，哎，赶紧换公演吧，不是？哎，换公演，你拿钱出来换。佳佳拿钱出来换，我把我的五金配饰全部抵出来，看够不够换一个五金配饰啊！哇，那就是还是可以有一笔的哈，那可以考虑一下换新公演了，因为佳佳说要赞助。对，我要赞助，把我的五金配饰全部拿出来，只换我跟方琦的 unit 啊，只换我们两个 unit 啊！原来我们新公演要跳双人 unit 啊？是吗？没有。你不是哎，你不是刚刚才说赞助的吗？真是，那我也可以就是贴一点的，其实就是因为我就是被你这种诚心感动到了，我也要贴一点，我就卖点我的那种就是小裙子什么的，对，很好，可以，对，这样我们就能辛辛苦苦就是
就是攒出一个就是新公演的双人 unit。 对对对 对，好的，那期待一下。好好，你在外面就是打工多赚点钱，回来换新 unit。 在外面赚不赚钱已经是另说了，就钱不够。重要重要，还是很重要的，要努力赚钱在外面是的。我就在广州等着你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这双人 unit 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。好的，是的，你看我现在多可怜，我现在已经沦落到去跳三人 unit 了，因为双人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对，你下一场把我的人形立牌立在旁边。笑死，你下次给我寄一个人形立牌回来哈，要那种就是很合适那种 pose。 对，我的粉丸听到了吗？笑, 笑死，马上给方喜寄一个，等一下人形立牌。对这样我就有人跳一点点了啊、嗯、很可以很可以，我觉得啊嗯, 笑什么，唐人家就只会傻笑。没有啊，就看看你其实。嗯，你就想我了吗？反正就是。是。是。哎，你真是一个人在房间吗？真的，不然我几个人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不是一个人住啊。他回学校了，我室友回学校了。你室友是谁啊？我室友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我室友是谁？我有见过你室友吗？你没有见过我室友。等一下，你室友是谁？哎，我好像没，我室友是黄楚英呐。你室友是黄楚英吗？对呀、啊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一个的人住在一起，怎么不可能啊？我们就跨对住啊。嗯，是婉婉还是桂君？是梁婉玲了，是。嗯，梁婉玲是吧？对，桂君已经是。就是上一个中心的事情了。哇，是贵君啊？不是，是婉婉。刚说了梁婉玲，是贵君。是梁婉玲。对、哦，你见过吗？见过了吧？对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可见过，贼可爱了，平刘海、大眼睛、长头发。他可爱还是我可爱啊？你们可爱的不一样。你这话就在敷衍我，那就是都可爱了。对，都可爱。你让我在你心里跟别人一样啊？我觉得你这种可爱更可爱。真的，那就是我更可爱了。对，因为你跟他不一样的可爱。嗯、哦，这样子，那也差不多。真的，真的。那肯定啊。那肯定。嗯。OK， 是你说的没错，真的。笑死！你要唐一下不敢再说了，再说下去。真的，真的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很好，好什么好？再说下去得罪两个女人。哎，我的天，笑死！嗯，找我讲话也讲不出来话，唐丽佳，好好笑，哪里好笑？你后面好多娃娃，对啊，你喜欢吗？送你一只，就留在你那儿吧。你看，你就是不想要，没有，就挺适合你的。哦，怎么不适合你吗？不适合，垃圾。听到没有，就是马上送给你，我跟你说，等你回来就送给你。送我干嘛呀？你送我，你要我送给你，你要摆在那个就是直播的那个后面，对，像我一样，不然人家以为我是个萌妹。没关系啊，就是你就是那种可以就是内心萌，对，但是你藏起来。 OK 可以。嗯，好的，或者我下次去上海找你玩，对，我们去迪士尼。 那应该要很久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买了。嗯，还买呀？不用买，浪费钱，真是谁买这东西。这个东西怎么浪费钱了？你好好说怎么浪费钱了。真是的，你不懂臭直男，你不懂。没有，很可爱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
要买点实用的东西、啊、这怎么不实用啊，很实用你知道吗，这个哎，这个是一个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你知道吗，对啊，多可爱，你看着他就会觉得很开心的啊、嗯嗯、你现在懂了吗，我也有这个呀，林娜贝尔有这个是吧，对啊，多可爱是吧，你为什么说就是不实用呢，因为他只能看不能干嘛那种，他不能，可是他在你耶，那怎么，可是他就是、哎、可是他很重要你知道吗，啊、嗯、对你来说挺重要的，没有，就是对有些人来说，对啊，多可爱，你看他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，你不觉得吗，你不觉得吗，确实这只粉色还挺可爱的是吧，就是别的颜色也可爱，真的，你看这个也很可爱，你看这个也很可爱是不是，干嘛笑，你干嘛笑，是很可爱，好可爱哦，是吧，对，不许说它不实用知道吗、嗯、对，我觉得你那个项链才是不实用，你知道那个项链像什么吗，像一个就是那种宠物的牌子我觉得项链可好看了，嗯，不实用，这种你太多了你知道吧，哪里多，我就真的你的就是铁器一大堆，嗯，哪有，真的我去五金老板娘，我是，对啊，这种就像那种就是五金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，对啊，对，这才是不实用，对，对你来说就不实用啊，那确实这个对你来说也不实用，那挺好的，我们各使用各的各买各的是吗，笑死，各买各的，对哎呀，还有我的耳朵你还没还给我，耳朵啊、哦、被我带到上海来了，那些时候被你带到上海来了，对，我就说哎，你知道很奇怪，本来每次都是还你，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拿着还你的，嗯，我知道啊，每次关键是唐一家借我的东西还要我自己去他房间拿，真是没有，我问你要两次他两次都说哦在我房间你快来拿吧，就这种，不是，然后每次都帮你带着的，所以哎呀你不见了，我来了，刚才就我每次都帮你带着，然后就这一次又带到上海来了，我天啊，我上次本来说带上海 B50 要给你，结果又忘了，然后又给我带到现在一直在我包里，没关系，送给你了，好用吗，挺好用，耳朵比较痛，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耳朵，不然很奇怪，我把耳朵送给你在这儿，我那边收了一下，我要找一找，就是一个就是铁器、这个，对，是我为数不多的铁器，被唐一家带去上海了。在这儿找到、嗯，而且只剩一只了。啊，还有一只呢？还一只找不到了。跳舞跳掉了吗？这是？不知道去哪了。哦，没事，我打算说要不见了给你送你一个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耳朵。对，这是一个耳朵。对，很可爱的，戴上去，对。戴过，之前那个万圣节的时候。嗯。对，就这个。然后本来还有一只，然后被我供不见了，对、嗯、好可惜哦，那你这只好好留着、哦、那当然了，戴一只也很酷的，那当然，嗯，反正我只露左脸左耳，把左脸左耳露出来它就出来了，你看我今天带了新的、哎啊、新的五金店的东西是吧，进了新的货，是的是的，嗯笑死笑死，感觉你们最近排练也还好，哪里还好，累死了，就是像你那种，就是你排练那么累，真的，我排练我哪一种，就是那种就是累到那个表情、嗯、这样子，对，反正我也不用排练，哎你这个聊不下去了，谈一下聊不下去，我说哦，真的啊，好好休息，多吃一点。哦，这样子，你好像那种突然，好像是不是你的那个弹幕在叫啊？真的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弹幕怎么可能叫？我又不需要他们叫，真是的，真的，对，不需要。哦，哎，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我下周。对啊，我好记得好像你快生日了，我记得
哦，你真的记得吗？我无语，上次 B 五零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 B 五零的时候 ，B 五零后一周是我的星座公演，谭家说啊，我给你发个弹幕，然后等到弹幕截止那天，哦，我想起来，我给你发个弹幕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哎，没有名额了，对，对，好可惜，本来给。那你这次记得哈？这次你生日公演什么时候？我刚刚才说下周。你不是说生日没有生日哦，你说是生日公演 OK OK 行，对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刚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三七秒记忆，三秒记忆，你这是。那你什么时候是星座？对，我记得下周是个人。那你星座怎么办？星座等到六月份咯。哦，行啊。个人啊，你下次就搞个人，可是去年的个人没有观众。哎，有啊，广州还是开公演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那弹幕什么时候截止？弹幕你问你那边粉丝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明白，好吧，等下又错过，完美错过，再错过我认，好笑。OK， 没关系。好，记得啊，这次连麦最重要的事情就在这里了。好的，原来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。对，嗯，我本来还想微信跟你说的，对，现在不用说了。对对，没事。现在大家都帮我们记着了，没关系，不用你说，我知道。嗯，对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请我吃骨肉相连。那件事情还早吧，等回来。这是第二重要的事情，对。那个叫应该要一个月之后你就能吃到的。嗯，那挺好，我可以期待一下一个月以后。好。行吧，明白。嗯，好，快跟他们直播吧。嗯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了。拜拜啦，拜拜啦，拜拜拜拜。你怎么不回我啊？快回我啊 ！Respect 啊！你好烦了， okay, okay. 真的是。Okay. 不行，要刚才一模一样的。那一点很热情的黄瓜西西，快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笑死，笑死了，乖。Oh my god， 这就是萌妹吗？天哪！是的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别人，我是一个不会拒绝人的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可能拿捏住我？不行。拿捏住不住，拿捏不住，太好可爱！谢谢 TTL 权杖 ，Thank you。嗯，对。下个不要，下个有。笑死。OK， 今天就这吧，今天要连到这好了，不连了，不连了，今天不连了，真的。嗯，你们也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时间也不早了，就是说，对吧？就是大家该洗洗睡了。招架不住了，是的，姐招架不住。哎，怎么这么摆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吧。宝贝是谁？是我。嗯，好，你们也是。那就，哎呀，谢谢莱姆的皇冠，谢谢。因为那天其实说两句。谢谢董体大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。就因为那天是在跟他们聊那个，他们在给我打电话，正好我那个时候在点外卖，跟不告诉你，然后就一直在讲那个外卖，那个吃哪个吃哪个，然后正好又在聊了很久，聊了15分钟。嗯，所以就可能就有骨肉相连这一个事情。
没有想到他们听得这么清楚，真的很好笑，我不知道。对，而且他还对呀、啊，记得发弹幕。怎么办？他不让我去上海，搞得我好像能去似的，笑死！开玩笑啊，他舍不得我，对，确实他就是舍不得我。我觉得方琦就是那种，真的舍不得我，他已经迷恋上我了，我深刻的知道。没有办法，真的。在别人面前呢，就是要低调一点，就不要那么高调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魅力这么大？哎，怎么办？我这个人唯一的不好就是魅力太大，真的。补个妆吧，不管魅力有多大，该补妆的还是要补妆。对，是的，为了维持我的魅力，还是要补妆。对，我到下播了，不就这样吗？我一般下播就开始补妆了，常规操作。OK， 嗯，嗯，一秒污蔑，是的，一秒就定妆，早该定。所以水光肌和雾面肌，你喜欢哪个？我喜欢雾面。呀、yeah. ，好吧，你们快去休息吧，你们的家要下了，不要想你们的家。我会想你们的，拜拜。希望你有一个好身体，然后好好锻炼身体，然后好好的瘦下来，不要偷懒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，其实时间过得很快的，一起加油吧。好，拜拜。呀，一起加油！拜拜，谢谢大家。果然，我觉得有些人做不出来。拜拜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今天油腻到此结束。关喽。